Our third speaker for today, we have with us Dr. Tan Ah Hong. She was formerly a secondary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for more than 10 years before being posted to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Singapore to design and develop curriculum. In 2000, she was appointed as head of department Mother Tongue Language at Greenview Secondary School, followed by a secondment to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as a lecturer. She was appointed as head of secondary Chinese language unit MOE from 2008 to 2014, and under her leadership, 120 titles for 5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were published. She joined NIE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cademic Group as a lecturer in January 2016, and she has been a consultant to the DAS Chinese team since 2014. And of course, joining Dr. Tan, we have with her Mr. Lee Dong. Lee Dong is a DAS educational therapist who specializes in Chinese intervention and has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both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He's also involved i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training of new Chinese educational therapists. He holds a Master's of Arts in German as a foreign language from the, let me get this right, Julius Maximilian University of Würzburg, Germany, a diploma in teaching Chinese from NTU, and a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Wales. He is currently pursuing his Master of Education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Chinese from Hong Kong University. So they'll be presenting on a curriculum-based approach, bridging the secondary school Chinese learning gap. Let us put our hands together for both our speaker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introduction. 各位大家好, 我是陈亚凤, 然后李东, 还有, 协助我们完成这个研究的江韵蕊。 那么这个, 今天要做的报告呢, 主要是针对呢, 我们这3年来所编制跟实施的中学华文衔接课程。 那么3年前, 我们有学生从小学的补救课程毕业之后, 那么家长就开始着急了, 那么过后我的孩子应该何去何从, 那么市场学告诉我们, 有需求就要有供应, 因此呢, 我们就从无到有, 开始了我们的中学补救课程。 这个中学补救课程从课程框架的制定，还有这个教学资源的编制，到这个教案的编写，甚至呢落实到课堂上的情况，我们都非常的关注。那么我有幸呢带着几个读写障碍协会的教育治疗师。 一起共同努力，为这些中学补救课程的学生呢，制定这个课程，编写教材，同时呢，编写教案。之后呢，我还到课堂上去观看这个教育治疗师呢，他们是怎么执行呢，这个教学工作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从无到有。 摸着石头过河，建构了呢现在的这个中学课程。那么走了3年之后，那我们很想回过头看一下呢，这个课程还有什么地方呢需要我们呢再修订、再优化？目的呢就是为了我们呢这些有意要把华文学好的学生服务。 当然，我们更加的感谢呢这些有远见的家长，把他的孩子呢送到我们读写障碍协会来继续他们的华文学习。这种精神呢是在新加坡而言是难能可贵的。所以有鉴于此呢，我们觉得呢，我们更应该把这个课程、把这些教学资源、把这个教材做好。 为我们的学生服务，所以今天呢，就请大家看一下呢，我们所收集的一些数据，我们所做的分析，
反映了我们这三年来努力的成果，还有什么地方呢？还需要再改进、再优化，未来呢可以更好的为我们的学生服务。那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李东，他会给各位呢一一道来呢我们这个研究的过程跟这个研究的结果。谢谢大家。 不好意思，我们的科技技术上面有一点小小的问题，请大家耐心的等候一下。那可能，刚才其实，陈雅凤博士已经向大家大概介绍了一下我们的整个中学课程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那接下来呢，我就会继续向大家介绍我们课程的一些主要的特点，包括我们在做完了这个课程以后。 就针对这个课程的它的有效性做了一系列的研究，那我们也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研究的一些成果。那我们的这个研究呢，它的名字叫做课程为本，新加坡读写障碍协会的中学华文衔接课程。其实从这个名字上面呢，它就体现了我们课程的两大特点。第一个呢，就是课程为本。那我们这里提到的课程为本，课程其实是有两个指向。 第一个呢，课程指的是我们的教学内容、教学重点，它是以现有的中学课本和课纲里面的语言点和知识点为主的。那第二层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一套课程，它是一套系统化的课程，我们希望通过这套系统化的课程去全面的提升学生的听说读写的能力。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它是一个。 中学的衔接课程，所谓的衔接课程，就是说我们的学习的目的，我们的教学的目的，其实是最终希望通过巩固学生的语言点，让学生能够适应他们在课堂上的学习。OK。 那我可能先就这个时间想先问一下，在场的有哪些是今天第一详略的介绍一下。那其实我们的华文课程的呢，有没有人是第一次听说啊？有看到几只手？那我可能就会详略的介绍一下了。那其实我们的华文课程呢，读写障碍的华文课程其实是萌发自2010年到2011年的一次先导性研究和一次前期的调研。 那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多家长反馈说，学生在学习华文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可是当时呢，在新加坡还没有专门的机构去提供相应的培训课程，去辅助我们的孩子。那于是呢，我们就从那个时候，也是一切从零开始，经过了8年的努力。那目前呢，我们的新加坡华文部一共会有17位的华文教育治疗师，分布在我们的7所中心。那我们现在每一个星期。 那我们现在每一个星期，服务大约230名学生。好，那下面呢，就跟大家大概的讲一下我们课程的主要的特点。那其实如果我们对比新加坡的小学和中学的课程标准，就会发现，从华文的课程，从小学进入中学以后，语言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上，其实都有所发展，都有所增加。那其实这个增加呢，它就体现在主要是说，我们就把它分成三个部分。那第一呢，就是说，学生在这之前呢，可能要先介绍一下，就是新加坡的小学，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课程，那为了因为我们的学生会有很多不同的类型，那为了根据学生的类型因材施教，其实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课程，他们都有不同的源流的设计。那以小学为主的话，基本上是有三种课程，就是基础华文、普通华文和高级华文。那到了中学呢，其实这个源流就更多了，一共会分成大约5个源流，普通公益华文、普通学术华文、会计华文和高级华文等。
本来是有张图，有一张图表，那主要就是讲说，第一，在课程如果是说说到语言的深度的话，其实在小学阶段呢，还是比较注重培养学生的基础能力的，所以它是听说读写四项技能的综合发展。那它到了中它是主要是要给学生一个语言可以取得平衡发展的机会。那到了中学以后呢，因为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语言基础，所以他的教学呢就着重于读和写的发展。那其次呢，在小学阶段从小学进入中学以后，学生的识字量，还有就是他们对对，就像现在大家可能可以在屏幕上看到的一样了。那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语言能力，那语言能力呢，其实在小学是综合发展各种四项技能，中学是着重读写能力的培养。那到了识字量和学生接触的文本的信息量其实也是不一样的。那小学呢，识字量其实六年是大概1700余字，那到了中学呢，四年它的要求是2500余字。那其实不仅仅是字数上的不同，同时我们也知道华文字到词，其实词的丰富度会增加，那么词也是从有更多的向书面语发展的那个变化。语料方面呢，小学阶段呢还是以日常生活的话题为主，那它的文本呢往往是以叙事性文本为主，也就是说故事小短文之类的。那到了中学呢，则是会出现较复杂的社会话题，同时呢也会出现更多的文本，比如说叙事性文本和说明性文议论性文本和说明性文本。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有读写困难的孩子，他们本身在识字解码和阅读理解的高层次的阅读理解能力方面都会遇到一些困难。那这些困难呢，虽然说到了在小学阶段经过六年的学习包括相应的辅导，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语言能力，但是到了中学以后，随着各项语言要求的全方位的提升，对于他们来讲这个困难是非常巨大的。那他们在学习的时候也往往常常因为跟不上学校的那个进度而感到非常的挫折。所以呢，我们本身就计划是根据通过两年的课程，帮助我们的学生掌握必备的词汇和语言点让他们可以逐步的融入中学的课堂。那我们的课程呢，它是以主题教学为主的，我们选取的都是符合学生能力、学生感兴趣、贴近他们生活的主题，并且把听说读写四项技能都融合在里面系统化的帮助学生去应对他们在华文学习时遇到的挑战。那为了追踪我们课程的一个效果，我们主要是通过了前后测、学生访谈、追踪学生的在校成绩以及家长反馈四项来了解他们的学习进度。我们在设计我们的课程的时候，主要依循的是认知法的基本教学原则。那认知法其实是源于美国50到60年代代表人物会有Jerome Bruner布鲁纳。那他其实也是中学课程发展的时候所依循的一个重要的原则之一。同时我们也是发现他和我们在读写障碍协会一直依循的奥顿吉林汉原则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比如说他们都是把语言能力放在教学主要的首要目的，也都是以学生为中心循序渐进的教学。同时呢，也是正确对待学生学习过程当中出现的错误，这个就是要有鼓励性的话语，这些都是相符合的。那所以呢，这些原则在我们的编制课程的过程当中呢，都是自始 贯穿始终的。不过对于他的那个第六项适当的使用学生的本族语，我们就是有选择性的去截取，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学生的语言能力的原因。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的学生进入中学课程以后，他们都已经有了一定的语言基础，加上我们的老师在课堂上进行教学的时候，也会根据学生的语言能力去适量的调试我们的教学语言可以让我们的学生保证我们的学生是可以理解课堂上的内容。那在这种前提下呢，我们的学生其实面临的更大的困难是他们在课堂以外有很少的机会去练习和使用语言
也就是我们说的目标与华文。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说在每个星期的这两个小时的有限时间内，尽可能的把握住这个时间，主要是以目标语来进行教学，而是有限制的使用第一语言，也就是英文。那以这里呢，就是我们课程的一些基本特点有一些刚才都已经介绍了。那我们主要呢，就是每一堂课会先从听说进入读写，先在口头和听力上为学生打下基础。那同时呢，我们也会选取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另外呢，我们会很注重各技能之间的联系，所以说比如说词汇，我们选择的词汇教学的词汇在本课的阅读理解的篇章里面也一定会出现。有一些内容呢，因为时间有限，在这里就不再赘述。那主要想要强调的是最后一点，也就是差异性教学。差异性教学是我们一直在教学上会比较重视的一点，因为虽然我们在分班的时候已经尽可能的根据学生的语言能力来进行分班了，但是我们也是发现学生在不同的在同一门语言的听说读写的不同能力上，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偏差。所以为了能够帮助我们的学生在他们原本的语言能力的基础之上循序渐进的进步，那我们就需要在课程设置的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提供学生不同的音讲。这是我们一堂课的实例。那在课堂上呢，我们就可以看首先我们是以一个影片小短片来导入我们的课程。那之后呢，我们也会有听力的环节。那这里大家也会发现我们的课堂是比较重视使用不同的语料，利用不同的工具，比如说我们会使用图片图表这些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内容，帮他们总结规律，并且能够增强他们的记忆。这是我们阅读理解然后词汇的教学部分。最后我们每堂课也会有学生的反思。这里也是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教学音架。我们在听说读写各项其实都有提供音架，那这里呢，我们主要只是以我们的写作差异教学中的一个音架为例，来向大家展示我们的音架的设计。这堂课的主要的写作内容呢，就是描述学生熟悉的一位人物。那我们根据学生不同的能力，就设计了三种音架。这一个音架一呢，主要是针对语言能力最弱的学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我们的框架的具有一定的限定性。同时呢，不好意思，就是当我们在使用这个框架之前呢，其实我们已经和学生进行了口头上的一轮的描述，并且已经教授了他们相应的词汇和句型。那我们也会鼓励学生尽可能把学到的词汇和句型都应用到他们的写作内容里。那之后呢，我们就会根据学生的不同能力来选择不同的音架。那这一份音架是给能力较弱的学生，所以他的提供的词语和句型就会比较多，提示也会比较多。那对于能力稍强一点的学生呢，我们就会抽离一些音架，我们给的那个句型也会更为复杂。那对于一些已经可以独立进行自主写作的学生呢，我们就只会在我们的活动纸上列出参考词语和参考句型，这样学生可以自己决定他想要使用哪些词语和句型，自行尝试拟写全文。这是我们课堂上课的情况。 OK， 那课程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就也很想要知道，那我们的课程这么设计，它到底能不能够帮到我们的学生，能不能实现我们课程设计的时候的一个初衷，也就是说我们是否可以帮助他们提升他们的语言能力，激发他们的学习语言的兴趣，同时最终能够达到帮助他们理解在校学习的内容，融入课堂呢？那下面就和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研究的一些结果。首先是研究的对象。那我们目前中一中二两个年级总共会有27名学生。我们的研究主要是聚焦在中一的课程，所以我们的研究对象就是去年中一的9位学生。他们均都是从我们的协会的小学课程一路升到我们的中学课程的。那这9位学生呢，这是他们的语言能力的相关背景，他们都是受诊断为有读写障碍的学生。不过呢，他们在小六过的会考的时候都有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通过了会考。这里可能也会向大家先介绍一下新加坡小学华文考试的一个
情况，因为大家可能会发现其中一位学生的成绩和其他几位学生的并不太一致。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在新加坡的小学小五之后呢，就会根据学生的能力进行分流，分为基础华文和普通华文。那其实到了小六会考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根据学生不同的源流，有基本两种考试，一种就是基础华文的考试，一种就是普通华文的考试。基础华文和普通华文的考试类型不同，它的等级分布也不同，所以对于普通华文来说，它的等级是从A plus A B C D 到 U grade， U grade 就是没有通过。那对于普通基础华文的学生来说呢，就是从一到四，那一为最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学生他们基本上都达到了我们小学要求的基本水语言水平。不过呢，他们在进入中学以后呢，在学习华文的时候却依然是遇到很多的困难。我们中心的课程呢，为期是一年40周，每周两个小时，扣除我们测试和家长会的时间，那我们的教学时间约为72个小时。我们的研究方法就包含了量化和质化两研究并行，其中呢就包括前后测，前后测我们就有测试学生的识字、构词、听写、阅读理解以及写作的能力。那这里我们一共收集到了9位学生的数据。那问卷调查呢，主要是收集学生对于课堂氛围、教学内容以及教师的看法。那一共收集到了8位学生的数据。家长的反馈主要是家长去了解家长是否满意学生学习的进度，以及有没有其他满意和不满意的地方，一共也是收集到了9位学生的数据。最后是我们追踪学生的在校成绩。那在校成绩我们主要收集的是学生年中和年末两次的统一测试的成绩。不过因为当时我们的一所中心面临教师的调动，所以我们只收集到了6位学生的数据。那我们下面就来看第一个问题，我们的中学的衔接课程是不是说他们参加了这个课程之后，在学校的学习就一定会有更好的信心了呢？我们是通过两个研究来验证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就是学生的问卷调查，第二个就是学生在校成绩的追踪。那问卷调查主要是学生自我的感知，那在校成绩的追踪就是利用客观的数字，从客观的角度来验证他们的感知。我们最终的结果发现，这两方面的研究都发现，其实我们的课程对他们的在校学习是有正面的影响的。这是我们问卷调查的结果。那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到最后一栏对学校学习的影响，这边学生在勾选的时候就会从一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进行勾选。那最后呢，我们大概的分数是在平均分是在3.81分，都认为说我们的课程对他们基本同意，我们的课程对他们的在校表现是有正面的影响的。那我们的在校成绩追踪也显示说，其实基本上除了一位学生以外，其他的5位学生他们的成绩都是有进步的。那有2位学生在年末也是从不及格到了及格。那么除了在校成绩以外呢，学生的语言能力是否有所提升，我们也是通过2项调查来验证这个问题。一个也是学生的问卷，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前后测。那学生的在首先我们可能先看那个前后测的成果。那对于前后测的数据呢，我们就通过了配对样本 T 的检测。那检测的结果会发现，其实无论是识字、构词、听写、阅读理解还是写作，学生都有显著的进步。不过他们的显著度是不同的，其中写作的是最为显著。那因为我们的这一次的研究的样本较小，所以在 T 检测以外，我们也检测了数据的效应量。那我们也是发现说，其实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是有效的。OK， 那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就会发现，多数学生认为他们在听说读写方面都取得了进步。那其中就是以写和听说的进步最大。最后呢是阅读理解。那我们的前后测也验证了学生的这个问卷调查的结果。其中就包括前后测的识字、构词、听写、写作，
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学生的进步都是非常明显的。那在阅读理解部分，部分学生其实也是有进步的，但是整体的结果，一些学生的成绩出现了起落。我们分析的结果就认为说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个是我们的后测的时间其实安排的未必非常得当，因为我们的后测时间主要是安排在学生在校考试以后，所以一些学生他们的测试的动机不是很强，那这就会影响到他们在测试时的在测试时的一个态度。其次呢，我们的阅读理解本身这个测试它的设计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那这个测试本身呢，是学生规定要求在规定时间内需要读完同一则篇章并且回答相同的问题。那其实在我们后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些学生他们对篇章的内容还有一定的记忆，所以有一些学生会投机取巧他们会直接通过记忆去模糊回答答案，所以答案的准度并不高。那我们也是决定说在今年的后测的测试中调整这一测试方法，改善我们的研究设计。那最后呢，我们的学生是否享受我们的华文课堂，我们也是通过两项问卷来收集数据，一个是学生的问卷，另外一个是家长的反馈。结果也都显示呢，学生和家长均认为我们的课堂是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的。那其实我们也会看出在所有的问卷调查的所有的项目当中，其实学生在这一项的分数是最高的。那其中呢，这其中三项中间他们又是对课堂教师的评价是最高。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些学生访谈收到的成果。那很多学生呢，他们都肯定了课堂教师对学生的帮助是很大的他们认为教师是能够理解学生的困难所在的，关心学生。那学生呢也提到课堂的教学内容是符合他们的能力，是他们可以理解的，也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应对在学校的功课。学生喜欢课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呢他们认为课堂形式很多样，那他们认为和有趣，另外一个是教师的亲和力。那其实呢另外一点比较重要的，他们有提到的就是说我们的课堂的语言、教师的用语还有我们的那个难度是符合他们的能力发展的。那最后呢，学生也是认为其实在读写障碍协会的华文课堂整个气氛是非常融洽的主要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学生都能够理解读写障碍，因此他们能够互相体谅。那三位学生觉得没有不喜欢的地方，也有学生认为如果有时课时会觉得太长，那有时如果写作和认字的教学速度过快的话，也会影响他们对这两个部分的学习表现。学生也为我们的课程提供了宝贵的建议，那主要就包括很多学生希望能够在课堂上学习更多与写作和阅读相关的能力一位学生呢，他也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他的识字能力。那其实我们在中医还是非常注重听说的输入和输出的，因为我们认为需要先打好这个基础再进入听写，学生会感到更加的顺畅。那不过这里我们看到其实学生他们认为在这一块他们想要有更多的加强，那我们也会根据学生的建议重新去回顾我们的课程，看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些调整，释放出更多的时间专注在阅读和写作上面。家长的反馈也是很积极的，那基本上约八成的家长都对孩子在我们协会学习的成果感到满意或者是非常满意，他们也认可我们的教育治疗师的工作。那其中有三位家长也提出呢，希望孩子的考试成绩能有更大的进步我想这是很多家长一直都会念念不忘关心的一个话题。那我们也就会尝试在课堂上融入更多与考试技能有关的贴士和技巧帮助学生更好地应对考试取得突破。这是关于整个研究的一个总结。那根据这个结果呢，我们就认为我们的课程其实是能够有效地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的，也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应对在学校的学习，激发他们对学习华文的兴趣。那通过这次研究当然我们也认为我们的课程首先它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的效果。那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更大的发现是我们觉得
扮演最重要角色的那就是我们的老师，这个是从学生的反馈当中直接体现出来的。教师呢，对课堂的内容的理解和对学生的关心会对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学习的结果都会有很大的影响。研究也为我们进一步优化课程呢提供了建议。那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关注学生读和写方面能力的提升，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予更多的辅助帮助学生提升他们的学校考试成绩。因此呢我们需要进一步优化我们的课程与我们教材的编写。那另外呢关于研究方法刚才也提到在这两方面我们都会进行调整。第一个呢阅读理解的测试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所以我们在考虑今年可能我们会选择在年后测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选择不同的篇章但是能力相仿来进行测试。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我们也计划将测试的时间提前，这样呢可能学生会有更真实的表现。OK， 那最后呢我也很想借这个机会感谢所有参与我们华文课程制作和教学的老师们。那其实我们平时在我们的教学过程当中面对家长的时候还有我们去学校宣讲的时候经常都会碰到一个问题，我相信很多老师都会碰过，就会说那在读写障碍协会你们到底有没有什么独门秘方或者是诀窍可以帮助我们这一批有需要的学生呢？那其实我觉得通过这个研究我个人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那就是我们的老师因为我们会发现是正是老师对于课堂内容的理解对于学生的理解关心还有在课堂上一步一步的引导最后才会我们才会发现学生的这些进步。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应该给我们所有的华文教育治疗师还有我们所有关心读写障碍困难的教育者们一阵掌声，谢谢。那最后呢我们的课程会在今年完成我们的第二年的课程，然后我们也希望在后续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经验的分享和研究的成果。那自始至终我们并没有希望说通过这套课程就可以真正带来很大的改变，可能唯一的改变就是我的头发少了一点黑眼袋多了一点。然后昨天碰到一位很久没有见到的老师，他看到我就问我说，他说李东你为什么变黑了？那我很清楚地记得我上次碰到他是在我还没有做这个课程之前所以我想这笔账也可以算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开玩笑了。但是我认为是说不管是这套课程还是说我们每一个老师的努力和用心我一直认为是说不一定我们是说就可以为学生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为学生带来一丝契机让他们能够改变自己对学习华文的态度，或者让他们改变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或者是让他们改变自己对未来的看法，那我相信我们都可以认为我们取得了成功。最后借此与大家共勉，结束我今天的演讲，谢谢。